如果我说我的包比 LV 好100倍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吹牛？但如果你知道我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头层牛皮，纯手工打磨，爱马仕缝线手法呢？而 LV 只是用合成材料做出来的流水线产品，用的还不是真皮，虽然没有 logo， 但是可以刻字啊。你不觉得你爱的人的名字比任何标都好看吗？所以我在说我的包更好，你还不相信吗？答案是不会，因为品牌的效应大于一切。